今天要跟大家推介的就是3888啊，金山软件。咁睇翻啱啱公布的业绩里面啦，虽然就受到迅雷啊同埋世纪互联的投资减值拨比咧有个影响到嘅，但系咧见到个盈转亏之下咧，其实期内个营业额啦都有按年升到45%咁多噶。咁就系如果单睇翻第四季嘅业绩嘅话咧，佢嗰个手机同电脑游戏个增长啊，都叫做表现稳定嘅，更加预期话今年第三季咧有个新手机游戏推出。咁至于以上咧，咁佢个手机游戏推出嘅话咧，就预期到个网上游戏收入啊、云端业务收入啊，都可以个增长到加快嘅。咁今日大成交之下啦，见到啦个股份表现啊，叫做逆市啊，升翻穿咧2016年嘅高位添。咁买入价咧，咁就可以喺翻现价啦，20蚊水平度咧，都做一个短期嘅部署嘅，目标价去到22.5，咁指示价咧就系3月1日小裂口嘅位置啦，18蚊嘅水平。